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我们接着看下面第八首偈，见能舍人，当愿众生永得舍利，三恶道苦啊。这是在七识当中啊，看到能舍的啊，欢喜施舍。菩萨自自然然引发大愿啊，当愿众生永得舍离三恶道苦啊。三恶道是果报啊，这个地方我们应当啊要明了，儒释道啊都讲因果，都讲报应，而道跟佛呢讲的更多啊，比儒家讲的多。佛讲的最透彻，啊，这个是不能不知道，不能不认真学习的。这个果报现前的时候没办法脱离不掉啊，一定要受 啊。那么佛教我们舍利恶道是在因上舍啊，那么三恶道的业因是什么呢？这个不能不知道啊。业因呢就是十恶业，在大乘教里面佛为我们讲解世间事，我们不谈出世间，再小的事情谚语所谓一饮一啄啊，莫非前定啊，换一句话说呢，他都注定了。谁给你注定的呢？因给你注定的，你有这个业因，现在语言具足了，果报就现前。儒这么说，道也这么说，佛也这么说，其他宗教也这么说。不但这个宗教，你看我们看这个古兰经啊，伊斯兰教里面
六个基本信条里面就有一条信前定啊，前是前世啊，前世造的因啊，你这一世不能不受果报啊。那么前天我跟诸位提到的啊，这是美国的科学家啊，也是医学博士啊，为人治病走到一个瓶颈的地方，找不到病因，走不通了啊，用这个催眠的方法做个试验，居然试验成功了啊，在催眠让这个病人说出他前世再前世啊，往上面去找啊，生生世世啊，把他这个病因找到了啊，让他自己说出来，用录音把他录下来啊，等他催眠回来之后放给他听，他心开意解了，那病就很容易治好啊。这种方法在美国已经用了差不多半个世纪了啊，这个效率很高，所以现在很多医生哎都会用这个方法啊。里面有几个很著名的教授啊，其中有一个卫斯，美国人啊，那么他有一次给这个病人在深度催眠状况之下，谈话停止的时候，哎，突然之间他说话了，说话的声音不是他的声音，口气也不是他平常的口气，啊，说话的内容超过他的知识。他没这么高的程度啊，结果发现那个说话的人是神灵啊，神灵借着这个病人传达，那就是我们今天讲不同维次空间的讯息啊。那么这种信息呢，我们看起来他们看起来很神奇啊，我们看起来欲界天人啊，不是很高的啊，那就很难得了。那欲界天到底是忉利天，是夜魔天，是斗帅天，就不得而知啊，但是肯定他是天界啊，总是忉利以上啊，告诉我们一个什么讯息呢？告诉我们说，生命是没有止境的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人绝不会死，人也无所谓生。那佛家讲，没有生死啊。啊，生死是一回什么事情？我们中国人讲灵魂，佛家讲神识啊，外国人讲灵体啊，这个东西不生不灭啊。他来投胎不找个身体而已，这个身体哪一天用坏了，他离开了，他再去找个身体，所以从他来讲呢，他没有生死啊，生死的现象是肉体，肉体不重要，肉体无所谓这桩事情。如果在中国讲，在印度讲呢，太平常了，
一点都不稀奇，说外国人很稀奇啊。为什么呢？从来没有这么明显的这个例子啊。这就是灵体找一个身体住在这个空间住一段时期，然后他又去找个身体，这就是轮回。啊，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么一个道理。啊，六道里面呢有苦乐不同啊。啊，这个找个身体不是随便随着你的意思去找啊，你没有那么自由啊。啊，什么力量主宰着你去找身体呢？业力。那这就重要了。所以他也透露着讯息，人为什么会用这个肉体形式啊存在这个世界啊。他讲不外乎啊两个因素。一个因素呢是来做事的，另外一种呢是来还债的啊。这个跟我们佛法讲的又相同啊。佛法说这个六道里面的众生有两种人啊。一种人呢是尘缘再来的，是度生的啊。另外一种人呢是受报的啊，酬业的。这个佛家的名词人生酬业啊，酬就是报嘛，报酬嘛啊。你过去世做的，过去生中的做的善业，那你来享福。你过去生中造的恶业了，那你今天来受苦啊。所以你这一生是享福是受苦啊，这是你的业报。不是老天爷给你的，也不是上帝给你的，也不是阎王给你的啊，是吧？自作自受。所以他说得好啊，这个临界透来的讯息说得好啊啊。我们这一生所受的是过去生中所造的，那么这一生当中所造的呢，来世要受果报啊。灵界在外国透露这些讯息啊，到中国来说的时候，我们通通都清楚，我们比他了解还要深，比他了解的还要多啊。那么由此看呢，这个事情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就要谨慎了。一个不善的念头一个不善的言行，招来生的苦报。一个善念，一个善行，招来生的福报不一样啊。所以这首偈叫我们永得舍离三恶道啊。三恶道是十恶业所感的啊，也就是像慧能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所讲的十恶八邪啊，还有许许多多不善的习气啊。要不要舍？要舍。你要不舍，它不但障碍你开悟，
障碍你修行正果，甚至障碍你啊来生得不到人生，于是这个事情都麻烦。来生得不到人生呢，就到三恶道去了。所以谚语有一句话说：“地狱门前僧道多啊。”这个话我们想想，不无道理。啊，为什么僧道多呢？僧道是修行人。啊，僧道是接受十方供养的。啊，我们佛门有一句话说：“施主一粒米，大如须弥山。”说今生不了道，披毛戴脚还。这个话是真话，说的不过分呐。啊，我们今天享受设方的供养，如果自己道业不能成就，啊，你来生连人生都得不到，那披毛戴脚是畜生啊，要还债啊！啊，现在享受的时候容易，将来想还债可就苦了。啊，我从年轻的时候，啊，26岁接触到佛法，就听长辈、啊前辈呀、啊，常常这样子提醒，啊，叮咛嘱咐，啊，所以在弘法这么多年当中，设方供养的很多啊，啊，你不能不接受，啊，不接受说对不起人，人家到三宝门中来种福，你不让他种福，那不就是太残忍了？可是种福想想，我是不是福田呢？他来供养我，真的会得福吗？这个是要内省的，要反省的。我没有这个福报怎么办呢？所以我就看到印光大师，他那个方法很好啊。印光大师在世，你看十方供养很多，他自己一分钱都没有用，啊，没有改善他的生活，没有做一件新衣服，啊，还是过他清贫的本分生活。那十方供养的钱呢？哎，他就做一桩事情：印经布施。啊，他把这个受辱啊，在报国寺啊，苏州报国寺建立一个弘化社，啊，弘化社就是佛经流通处，啊，专门印这个佛经善书，除佛经之外，善书他也劝善的，啊，供养给十方。这个法子好啊，哎，你供养我，我都印成书的时候供养十方了，万一我将来不能得到，我要还债啊，由那些人替我还了，这好啊。所以我觉得印足这个做法了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啊。所以我一生所受的供养统统印书了啊。那么最近这个十几二十年，因为我们使用这个电视教学啊，所以我们
在过去送录音带、录像带，啊，现在送光碟，啊，我们送到全世界，你要说数量啊，我们没有统计。啊，如果通通加起来的时候，一件一件算呢，肯定超过千万以上。啊，决定不止一千万的，啊，就是一样一样的算了，不止一千万的。啊，那我们送大藏经，这是最大的这个大部头的了。啊，大藏经我们也送这么多年的时候，差不多是超过6500套啊。啊，越做越精美。啊，所以不敢乱用啊师徒的钱呢。啊，我们自己不用，替他做好事。啊，慈善救济的事业我们也做，不是主要。啊，你像这个前些年啊，国内啊这个灾难，重大的灾难啊，我们也都捐一些钱啊，世界上各地方有大灾难的时候来找我们啊，我们也做啊，你看这一次这个印度啊，这个印度尼西亚这个大灾难啊，昨天同学告诉我啊，死亡5000人以上啊，那个地方我去过，我很熟悉啊，所以这些像这些呢，我们都要啊伸出援手。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呢，要用在这方面呢。啊，我们自己不可以啊，要背因果责任呢。那么，舍三恶道，就是舍贪嗔痴。啊，这是佛在经教里头常常给我们讲。设法界的因有啊，啊，当然这个因缘非常复杂啊，这个复杂的因缘当中，第一个是因是什么，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因是什么啊，佛给我们说出来了啊，我们从上面说到下面啊，成佛，成佛的因是平等心啊，佛心平等的、啊，无量寿的经体清净平等觉，那就是佛心啊。你真正修到清净平等觉呢？往生就成佛吗？啊，菩萨是六波罗蜜六度啊。菩萨的第一个业因呢，啊，不舍六度啊，啊，要想做佛呢。那不能学平等呢、啊、不平等要放下，不清净要放下，迷惑颠倒要放下啊，觉就不迷嘛啊，不学清净平等就
啊，要舍染污、不平、迷惑啊，这个要舍。辟支佛是因缘，十二因缘呐、啊。阿罗汉是四谛呀、啊，天道是十善业啊，还要加一个慈悲喜舍啊，天人。人道是五戒，畜生道是愚痴，恶鬼道是贪婪，地狱道是嗔恚，这你就明白了。勇得舍利三恶道苦啊，贪婪、愚痴、嗔恚，你一定要把它舍掉。啊，那么总的来说，啊，这经论里面常讲的，舍是我，修是善。啊，这样才能够离三恶道苦。啊，你要不认真断十恶修十善，啊，修什么样的法门，你还造十恶业，果报呢还是在三途。啊，这就是所谓的地狱门前僧道多，原因在此地啊！啊，我们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那从我们大乘经教里面讲，善是信德啊，这个实善呢，是自信里头本有的。修难不难呢？不难呐、啊。那念儒也晓得。你看中国教小朋友的，启蒙的书《三字经》啊，《三字经》一开端，人之初，性本善。啊，就给你说明人性本善。啊，那么这个善在佛法讲就是十善嘛，十善是你的本性啊，哪有困难呢？一点都不难嘛。啊，为什么现在你会变成这个样子呢？你迷失了自信。啊，本善的自信不见了。恶的习气现前了，这三字经接着说了，性相近啊，一切众生的性差不多都一样的，平等的，但习相远啊，习是什么？习惯、习气啊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呢？下面把这个原因说出来，狗不教现在亲，教育重要了，你没有好好的教他了，他就会染这些不良的习气啊，本性迷失了，染上了啊坏的习气啊，坏习叫习性，习性不善，本性善。
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改过修善就有了信心了。啊，正像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所说的，一切众生本觉本有，不觉本无。不就是迷啊，不善啊，本觉是善啊，啊，本觉本有啊，不觉本无啊。本有的决定可以恢复，本无的一定可以断掉。我们从这个地方信心建立，信心增长了啊，我哪有断不掉的道理啊？善哪有不圆满的道理啊？那这里关键呢，你要学啊，跟谁学呢？跟佛学啊，佛是世间最好的老师，最好的榜样啊，所以我们学佛就是要跟佛学啊，佛是我们的本师啊。那么佛不在世了，佛的遗教在啊，一教我们初接触看不懂啊，不知道什么意思啊。一教非常丰富啊，你要知道从哪里入门啊，怎样去学习，这个就很重要了啊。那么这个必须要有善知识引导啊，那么这些善知识啊，历代的一些祖师大德啊，我们靠他引导啊，那他也不在了，哎，他有注解，这个注解就是引导我们。你像我们今天学华严，我们学华严靠什么人引导呢？我们今天采取的一个课本是清凉大师的疏钞啊，清凉引导我们，我们还一部李长者的后论，真的是一生一俗啊。李长者是在家居士啊，这两位都是华严经的大德啊，我们读他的著啊，依照他的指引啊，那么加上自己修行的功夫，就能契入啊。功夫是什么呢？没有别的。功夫就是放下啊，功夫就是此地讲的舍利，你舍得越多，你的智慧就越增长啊。这个我相信很多同学你们都知道，佛门里常讲的烦恼轻呢，智慧长，烦恼是云雾啊，智慧是太阳啊，啊，云雾少一点，阳光就多透出来一点，就这么道理啊。那华严经上告诉我们，这个障碍有三种，
妄想分别执着。啊，我们今天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执着了，把执着舍离，你的智慧就透出三分之一了，这三分之一就很管用了。啊，三分之一 是阿罗汉了。啊，不再执着了。啊，不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，也不再执着身外之物是我所有了。心开意解，哎，这个时候一生的轻松啊！啊，佛家的说语讲的自在、清安，你就得到清安自在。啊，你把那个重担放下了，啊，再放下分别，你就成菩萨了。再放下妄想，你就成佛了。啊，这个放下就是这个地方讲的舍离。啊，所以这个放下从哪里放起呢？嗯，先从三恶道放起，然后再把三善道也放下。三善道放下，六道轮回就超越了。啊，三善道就是讲人天福报啊，要放下。啊，谁能放下呢？释迦牟尼佛不是给我们做了个样子吗？啊，他老人家是生在帝王家了，他父亲是国王啊，啊，他是长子，他也不出家继承王位耶。哎，这就是。人天富贵他放下了，他做出样子给我们看啊，这个就是说什么六道他放下了啊，一生起心动念呢没有一个恶念啊，念念清净，念念都是善良，真的是纯净纯善啊！念念是帮助众生啊，离苦得乐啊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，三途六道是法界，从哪来的？迷来的。迷得浅深，迷得越深越往下坠落，迷得越浅越往上超深啊，所以四圣法界迷得浅啊，六道迷得重啊，六道里面的三善道迷得浅啊，三恶道迷得重啊，佛教我们离苦得乐，离苦得乐是果啊，果没有办法的，要从因呢、啊，因就是破迷开悟啊，我们能把食物舍掉啊，就永远离开了三恶道了啊，食善要。不执着了，就超越六道轮回了啊！阿罗汉以上啊，那在我们心目当中啊，大善人呐、啊，没有恶念呐、啊，没有恶言呐、啊，更没有恶的行为。纯净纯善，超越六道啊！这样的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
生方便有余土啊，菩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生十报庄严土啊。我们六道凡夫没有能力超越六道，也就是说食物啊没有断尽啊，啊，这叫什么？待业往生，生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，啊，也不错了。啊，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叫本愿威神加持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。圆正三不退啊，这是这个法门无比殊胜之处啊，他能得业往生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正三不退啊。这个是世尊在四十九年所说一切经教里头啊，唯独极乐世界特殊啊，所以这是十方诸佛都劝我们修这个法门啊。而世尊在大集经上等于说是给我们受记啊，这是如来慈悲到极处了。大集经上告诉我们，这是末法众生没有智慧没有能力选择法门啊，佛带我们选择啊，佛说正法时期戒律成就啊，持戒就能证阿罗汉果啊，相法时期的人就没有正法那么醇厚了啊，根性就衰了，要修定禅定成就。末法时期人心散乱，我们今天讲心浮气躁啊，定不下来啊，这怎么办呢？净土成就，劝你修念佛法门，得业往生啊。这个得业往生，注意要记住，得旧业不得新业啊。没有学佛之前造的业是旧业，学佛之后啊，那要依教奉行，不能再犯过失了啊！再犯过失，这个不能往生啊！这个跟阿弥陀佛结个善缘啊！所以你要晓得，凡是这一生念佛往生的，他的善根不是这一生种的啊，过去生生世世啊，累积的善根呢，在这一生成熟，是这么个道理啊。那么我们自己想想，我们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因缘，这一生当中能不能成熟呢？自己知道，自己很清楚啊。如果感觉的还差一点，差一点没有关系，这一生努力勇猛精进呢，就补足了啊。怎么个补乏呢？真放下就补足了啊。诸位想想
地贤老和尚的徒弟啊，有个锅炉匠的徒弟啊，我是早年呢听这个地贤老法师讲的啊，我跟他老人家没见过面。30年前我在香港讲经，这个地点呢就是界限街中华佛教图书馆啊，那个道场是地贤老法师建立的啊。我到香港来的时候他老人家已经往生了，我听他的录音带啊，他在一个佛期当中啊讲开示，讲的这个故事啊，地贤老和尚是他的老师，那个锅炉匠跟他是师兄弟，不认识字，奇笨无比啊！年岁又大了，40多岁要出家，什么也不懂啊，什么也学不会啊。但是他跟地老的关系很深，同一个村庄啊，从小在一起玩伴，你说这个朋友不能舍弃啊！啊，所以找到之后苦不堪言，哀求啊出家啊。地老只提了一个条件，你要答应我就收你，你不答应没办法。叫什么条件？你要听我话啊。那没问题，我既然认你做师父了，你说什么我都听啊。地老给他剃度，剃度之后不让他住庙里啊，庙里面五堂功课他不会啊啊，所以该在这个那个时候他在宁波啊，在浙江宁波乡下给他找了一个破庙，没人住的啊，就让他一个人住在那边，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他就会念这一句，其他什么都不会啊。地老告诉他，你天天念，念累了呢你就休息，休息好了就接着念，将来准有好处。他是真听话啊，就这一句佛号啊，真的念累了就休息，休息好了就接着念，念了3年站着往生。他欲知时至啊，往生了之后啊，地方上人给地老报信，一来一去3天，他站3天啊。地贤法师替他办后事，地老常常赞叹啊，他成功了，欲知时至，站着往生，没有生病啊。啊，地老称赞的说这个名山宝刹方丈住持言教的法师都比不上他，这真的不是假的啊。3年功夫一句佛号啊，他也没听过经，他也不懂得教，什么都不懂，这是末法时期最好的榜样。啊，那么今天有从北方来的同学啊，地贤老法师在北方建立的道场很多啊，哈尔滨的极乐寺是他建的啊。极乐寺建成之后，他发起了三坛大戒啊，开戒，请地老做
得解和尚啊，有一个修无法师，也是不认识字，没有出家之前做泥水匠，做苦工的。出家之后啊，在寺庙里头啊，都是做苦工，啊，别人不愿意做的粗活他就干，啊，也是一生就念一句阿弥陀佛。所以开戒的时候，他到极乐寺去，啊，去讨一份工作。啊，那个时候定西法师是当家师，就问他你能干什么，他说我愿意照顾病人，然后分配这个工作给他。啊，因为那个时候受戒时间都是两个月，啊，难免有伤风感冒这些人的时候啊，他来照顾。啊，在没有多久，他就像地仙法师向定西法师告假，啊，地老有修养啊，那定西就不行了，就责备他了。你看你发心到这个地方来服务，啊，照顾戒坛，啊，这我们戒坛的戒子还没有来报到，你就想走了，你太没有恒心了。就责备他，结果修无法师说我不是到别的地方去啊，我是要到极乐世界，我往生了。这两位法师一听啊，这个很了得吗？这大事啊，什么时候啊？啊，不出十天啊，请常住给他预备200斤劈柴，啊，这个准备火化。哦，这娘就很认真是，好，我们替你办。到第二天呢，修法师又来找他们，他说怎么样啊？修法师说我明天就走，赶紧替他准备，真的到第二天就走了。啊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能瞧不起做粗活的出家人。甚至于居士，啊，他不认识字，他什么都不懂，他能一句佛号功夫得了了，啊，欲知时知，不生病，说走就走了，啊，这个佛没有白学，这是真正的成就。他不但是永得舍利三恶道啊，他永得舍利娑婆世界了，他到极乐世界去了啊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娑婆世界的六道三途十法界他统统舍利了，这个叫什么？真能舍，彻底放下啊。那我们要问了，他为什么有这个能力？我们有什么学法？很简单啊，就是放得下啊。我们不如他的地方呢，就是放不下啊。所以我们在道场里头跟许多同学常常提示啊，我们今天头一关不能突破，所以佛法的利益了得不到。头一关是什么呢？我常讲的16个字啊，自私自利要放下，名闻利养要放下，五欲六尘要放下，贪嗔痴慢要放下，这16个字。这16个字你通通放下了，没障碍了啊。换一句话是
像锅炉匠、像修无法师那个成就，你能得得到啊？他们没有别的，就是这十六个字放下了啊，所以三年五载他就成功了啊。为什么不放下呢？啊，不放下羡慕别人没用处啊。真成就啊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给诸位说，他们是待业往生，他们生凡圣同居土，绝对不是下辈。啊，这个预知十日往生的时候，啊，一般看起来很可能都是上辈，就是上三品。啊，凡圣同居土，上品上生，上品中生，上品下生。啊，要放下，彻底放下，这个世间假的不是真的。啊，真的没有放下，还情有可原呢。假的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何必要执着？啊，执着对自己产生严重的障碍。啊，障碍什么？这一生不能往生，这一生要不往生，肯定轮回。啊，那轮回就是完全受业力主宰，很可怕了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